雷诺数小于2100是成流，介于2100到4000之间是过渡流，大于4000则是问流。为了验证我们得出来的结果是成流还是问流，我们将观察到问流时候的水装进600毫升的保特瓶中，计算装满水所需要的时间为17秒，将结果带入体积流率的公式中可得。0.6 公升除以17秒，又等于0.0006立方公尺除以17秒，所以体积流率等于3.529乘以10^5次方立方公尺每秒。将体积流率带回 V 等于 A 分之 Q， 可以得到4πd平方分之3.529乘以10^5次方，其中 D 等于管内直径为1公分，又等于0.01公尺，最终可以算出流场的速度为0.449公尺每秒。将速度带回雷诺数中，并将粘滞系数以及流体密度和管内直径带入公式里面，可以得到雷诺数为4490，并且大于4000，所以此流场为问流。将75秒带入体积流率的公式中，步骤与刚刚计算问流场时一模一样，最后可以得到体积流率为8×10^-6立方公尺每秒。将8×10^-6带入 V 等于 A 分之 Q 中，最终可得 V 等于0.102公尺每秒。将 V 带入雷诺数中，最终可以得到雷诺数为1020，并且小于2100，因此此流场为成流。Thank you.